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，我回来了。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 Nico 的梦境。哇，是 zombie 呢？天使幽灵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我妈妈了，你看见她了吗？是。他给我做了薄煎饼，我觉得那是我的生日，因为人们总是在生日吃到最喜欢的食物，吃很多。你有生日吗？哦，那么你最喜欢吃什么？薄煎饼吗？等等，你喜欢薄煎饼吗？我也是。上次我生日的时候吃了10个，我吃得太饱了，那天再也没有吃其他东西。我妈妈做的薄煎饼最好吃了，而且有的邻居做的面条也很好吃。还有，我们有个邻居做了很多的面包。你也有邻居吗？哦，他们会和你分享食物吗？哦，完了，不会。我们的邻居也会那样。不小心空白就按太快啦。我的邻居和我妈妈每天轮流给整个村子做饭。每个人还会轮流做家务和照顾小孩，不过我不再需要照顾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帮忙了。我想念大家，我已经离开有一段时间了，不是吗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担心我。啊，说到帮忙，我们现在应该出发了。好，我有上网查了一下下，说我有漏了一个地方，左上这边的公寓区，他说在厕所那一边有一把剪刀要剪起来，往下走有一个剪，有一个厕所，这边是最底了嘛？那中间是不是啊？中间好像还有一层楼梯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有这里，这里，哦，这里没有探索过，一个小盆栽。有这里，地上有把剪刀放在一堆头发上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再用到它了，所以我觉得厕所很恐怖，所以我不是很想要每个门都敲敲看，不然敲一个门就好。好吧，他没有反应，好，走走走走走。然后我看到是说剪刀可以剪这一个，做一个按钮。好，然后我得了一个按钮，它是用 coffee ground 的 ground 做出一个假的按钮，哎，骗，要去骗那个人是不是？我们试试看。哇哦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用咖啡罐做的，把咖啡从罐子里倒出来，看看有没有用。按钮。可以正好的装在暗槽里面，但是我不确定该怎么连接它。我只知道按钮靠某种磁性技术工作。别问我磁铁怎么工作，我就连高中都没读完。好，那应该就是可以这个跟这个。按钮磁性磁化的，按钮。好吧，希望能奏效。按钮可以正好的插进去，然后我觉得我听到了机器通电的声音。按钮完全闪开了。嘿，你试过了。好吧，你尝试过了，有这个想法就够了。34分钟，他这是等下，他该不会在记录我玩的时间吧？我在这一关卡住的时间是这样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还记得我看了攻略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是说，我们不是有个尝试过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把闪开的那些零件，它会闪开，因为它们没有粘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要用那个胶台。
它就不会散开了。耶、yeah ！那我们这边有捆扎着的按钮，希望这能奏效。哎呀！重新激活电梯服务，请继续请输入安全密码。什么？这样的情况之前从未发生过。那些方块啊？你看到过那些东西对吧？他们就在门口，而且……哦不，那些方块随时会产生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刚刚提示要输入安全密码这件事，但是电梯之前也没有这样坏过啊。嗯，好，我们知道密码是63014。有了，什么？奏效了？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但是奏效了。干得好，孩子，你真是个天才，知道吗？嗯，幽灵也给了我帮助。哦，对，多亏了救世主。好吧，准备出发了吗？我先上去。那就应该没有什么留恋了吧？哦，谢谢你帮我开着电梯门，先生。没事，进来。在电梯的尴尬时间，当然需要一点时间。哦，上帝啊，我和救世主卡在电梯里了，而且上帝也在这尴尬极了。哦，嗯，或许我们聊着天时间就过去了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当然了。好吧，幽灵，我应该，问他有关工作的事，问他有关成啊，我们问他图书馆的事好了。你可以告诉我有关图书馆的事情吗？我应该要去那里。哦，好的，那个是我主要的工作地点之一。那些浏览灯真的很难维护，但是我经常觉得我的周围都是聪明人。不过，我想你们本身也非常聪明，所以你们很快就适应了。你和幽灵。好，那我应该问他工作的事情好了。你都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？你似乎非常的忙。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久等，但是现在我还要把高能的荧光体重新装潢，重新填装到需要的结构中。高能？你知道，超级浓缩发光体必须在工厂进行加工，它会为这个城市大多数东西提供能量。哦。以前我们有一小队的传送机器人专门做这个，但后来有几个坏了，所以把他们修好以前，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。我很长时间没有睡觉了。机器人什么时候修好呢？我不知道，这完全由实验室的工作的科学家决定。但是他们最近好像对其他的一些事情更上心。哦。如果聪明人都开始担忧，是不是就有好兆头了？那就不是好兆头了。然后那城市，这个城市很大呢，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大。最近也变得很拥挤。最开始是从 Barons 来的难民，而现在更多住在 Green 的人也搬过来了。哦，你知道这里更安全一点。我是说，但这里并不是天堂。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方块。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数量比其他地方要多。我注意到了，我们很幸运，看来它只会影响城市的基础设施，还好大陆本身能够支撑，因为这里没有那样多的固体陆地了。哎，哦，是到了是不是？不管怎么样，见到你真的很开心。我叫尼康。好的，孩子们，再见，现在要跑了。他看上去很着急，我觉得我们有点快点，人们就靠我们了。我们去找那个图书馆吧。
可以回去就是。哔哔叭叭，哔哔叭叭，有人欸。唉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救世主可能又是个征兆。告诉我，你觉得太阳有可能拯救世界吗？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我得到的讯息很混乱。啊，我知道。但是你自己又是怎么认为的？我认为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听幽灵说的，毕竟幽灵帮我走到现在。那我就会把你的信念当作回答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想的就是答案。嗯，好吧。啊！狐狸。幽灵，你看到刚刚发生了什么吗？啊，我的视觉空白了几秒，然后我好像看到了什么，好像一场很短的梦。我想知道那是什么。有奇怪的标记，看起来像是只公羊。哦，塑料碟，它在发光嘛？解读机器人，可是它也在发光哎，微微的，刚刚。灯笼树有个便条贴在上面，上面写着 Lamp Lighter 先生，非常感谢你如此的努力。他这个怎么还在啊？我们有现在有凸透镜、厚透镜、薄透镜跟凹透镜，好难念哦。不要进入。哦，哎，嘿，孩子，想喝点汤饺吗？保证只有微量工业副产品。嗯，我想还是算了。哦，好吧。闻起来挺香的，这是什么？面包鱼，我自己烤的面包。哦，我明白。你是为相片而来的吗？不，那好吧，我只能站这里。这个台子闻起来有点像焦糖的味道。对，但是还是没搞清楚制作这些焦糖棒的窍门。不过尝起来不错，想吃一个吗？好的，谢谢。那我有吗？没有。可恶。哦，嗨嗨，准备好让我震撼你的大脑了吗？好，好吧，我发明了一种药品，可以让大家抵御即将面临的水资源短缺，只要把药片溶解到水里就行了，然后又把水喝了，之后又不需要再喝水了。什么？它也可以让植物更快的生长，这是怎么起作用的？给，为什么不试试免费的样品呢？哦，谢谢，不用谢我，帮我把这个消息广而告之吧。好，我们拿到了这个跟这个。其实我夸大其词了，药片的效用大概只能维持一周，但你只需要再吃下另一片，就会帮到很多人，还可以让我名利双收。好。哎，下面有路哎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好像是到塔里面的，对吧？好像哎，这应该是塔了吧？是哎，好像是哎，这是塔的入口哎，是吧？
可是一个叉叉打在地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我好像不应该这么快走到这里来的。等一下，哦，我刚以为上面的蚊子动了，打开了。哎，这里是哪里？嗯？哎？哦，那里是那里呀。这边好像还没走过，对吧？这边直走。哎，直走，走过了。哎，这边有人。哦，他在刚刚，我们刚刚那个人，你在干嘛呢？给灯加燃料，要花上一些功夫。我觉得他可能会漏。啊，狐狸。你看到刚刚的狐狸了吗？他躲到，他刚刚从树后面逃跑了。如果你正在找我的话，我表示很遗憾，我不能与你对话，现在还不，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啊？如果你找到了回家的方法，请你一定要回去。嗯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没回答。这里没人。他刚刚额头有一点，也是有点亮亮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该不会是上一个？他该不会是上一个带着太阳的人吧？那我们是要干嘛？这边下面还没走过。机器人欸，为了进一步获得进入实验室的许可，你必须完成安全系统测试。什么？你必须把灯光调到某种特殊配置，允许我。我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？那是测试的一部分。啊，四个对，一个错。耶耶，我随机换的。我刚刚完全没有在想，因为这一个好像应该是，哇，这个有固定的答案吗？应该是没有的吧。安全系统现在已经关闭，你要重置吗？我不想再做一遍了。有人，有人，哦。我的机器人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，我移了开了一会儿，但是，请不要靠近。哦，这是刚刚那个紫毛说的聪明的人。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下作者会做什么。Silverpoint 博士经常引用他的作品。他们怎么的书都拿着三叶草的样子，那我也要拿着假装很聪明的样子。这些机器人故障的率吓人，方块粒子异常造成的物理伤害几乎无法修复，任何人都不能触碰他们，除非他们不想活了。不过运气好的话，方块有时候会自行离开。当然，大家都在毁掉一个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好，
我无法停下来旋转。这真无聊，真怀念以前修机器人的机器人还没有坏掉的美好时光。现在所有的机器人都需要人工组装。你不是个机器人吗？不是，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机器人吗？不像。但是你的头是个显示屏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别介意。You don't mind。哦，从旁边过来了呢，所以是通的。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们都不能睡个好觉。上周的方块粒子带走了我几个机器人，另外睡着了。Barons 的工程师刚刚汇报，还发现了粒子，好，更多的崩坏，糟透了。检查检查，方块粒子刚把我在 Green 的两个机器人搞坏了，他们要。好吧，我想说他会想要的。哦，有人吗？该死，早知道你会这么快来这里，我就会卸掉这个系统。你好啊，抱歉，奇怪的安全措施让你们为难了。没事，幽灵帮助我解决了。全部解决了吗？那么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吗？你知道图书馆在哪里吗？图书馆这样一直走，走到镇子的另一边，最快的路线是走后巷的捷径，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就是我们来这边的路。哦，很好，你要朝那个方向往回走，然后往东边走一点，最终你会找到他。谢谢。闪光胶水，耶、yeah。那么，好多台词，我不是很想念的，我有点累了。其实，所以 Silver Point 博士不知道怎么了，是吧？这位女士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？好奇她是不是给我琥珀的那位机器人有相关？我差点问她那件事，我该问吗？那是你是怎么弄到这个的 ？Barons 里的一个机器人女士给我的，她看起来和你有点像。我明白了。哎，这是个巨大的突破，你知道吗？我按照自己制作了它，我就知道这样肯定行得通。突破，我们想制作一个像人类一样行为和思考的机器人，一个不需要受自己代码限制的机器人。哦，但问题是，你基本不可能造出那样的机器人，代码有太多冲突了，让它变得不稳定。那是我唯一一次见过机器人不按他人的指示行事。我告诉你，那是我人生中最恐惧的一天。我们交谈的时候他显得还不错呢，虽然他说话的时候有点奇怪。啊，他现在已经修理一段时间了。我的朋友有他特有的方法改善他的不稳定性，这是个奇迹创造者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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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不好意思喵。好，不回信了，对不起。好。哎，我是不是在绕圈子？哎。他能帮你确定一个颜色，他也能帮你记住下次尝试。Okay, I don't really get it though. 哇，这边是刚刚那个地方。过去一周，红色荧光体的发光指数下降了 3.57%， 有点危言耸听，不过这是我最明显的见过一次下降。好，所以好像还没有啊，不是这边是不是？哦，这边还有路。
图书馆怎么会在这么远的地方呢？到底是多不喜欢读书啊？大家好，图书馆就在前面，多谢。假如世界要毁灭，还是让它瞬间消失，还是慢慢消亡好？老实说，我宁愿走得痛快些。好，都没有其他人了，只能进去图书馆喽。哇，这作者的书涉及的话题很宽，没有那。哦，你好，你需要指引吗？让我看看，这个地区主要是好。大家好。书做什么？别担心，这是我自己的书，我写的。我只是把它们从书架上拿下来进行修订。我必须删去一些作。哦，为什么？不然他们会认为我抄袭他。他那个作者，我是说，我已经看不到写作的意义了。那作者一直写相同东西，然后大家都喜欢，没人会记住他之前出版的那些书。我也累了呀。Book Club， 荧光体全面指南哦。一般情况下，当荧光体彻底失去光能，除非在置于阳光下，否则无法再次发光。如果荧光体只是光能减弱，则可以通过把它放到另外一个能量更高的荧光体旁边进行恢复。但即使如此，你恢复后的荧光体并无法达到它曾经拥有的亮度。是的。哇，好多、哦！我不想念，大家自己看好不好？哦，绿色的，红色的，那一本书在发亮，我想过去拿。后太阳世界新生态位的出现哦，母鸡开心咪在家喏，听起来好难哦。蓝荧光虾是蓝蓝的，明天哦，背部荧光腺体好酷哦。然后是萤火虫腹部荧光器官1公分哦。お邪魔します。好，正好我们到，我们现在怎么做？那个机器人说有线索。这个机器人，这个问题应该找图书馆馆长佐居，让我打电话给他。不接呢。
你可不耐烦了。他没接。他不在这吗？他在这，在楼上的档案室里。如果他正在专心工作时，就会忽略所有电话，会持续几天时间。呀，你能私下去找他吗？离开岗位不在我的程序范围内。那我可以继续找他吗？当然，档案室可以通过我后面的楼梯进去。哦，好了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有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按赞、订阅、追随我。那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按赞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